36岁高龄挑战者于音甫终于踏上明日之星。你应该是站在这舞台目前来讲年纪是算是最大的哦。今天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这个很大的年纪来这来这个这么大的节目哈，来亮相哈，我真的感谢你。因为波含你这个，我怎啊坐那个玻璃？等多久了，那多人过，等啊！真正是够，等足久的啦，等足久。死啊！命啊！魂啊！好，你等着啊！最好看的观众奖金大挑战，一定要锁定。